小伙伴们领着女神来赶海了哈。哎，你看到没有哈，他不要，哎，这么些好东西他不要呀。这跳了非要捡海螺捡螃蟹啊，你看看这些。哎，他不要我要哈。回去当零食吃。嗯。我去，这扔到桶里的感觉是真棒呀。哇，这边还有大的。就这种感觉。就这种感觉。啊。哎呀。我这撸就行。啊。哎呀。哎。这个石头上其实有很多的。我估计都是被人捡过一遍了，他看着小人。你那边多吗？哇，在这缝里哈，在这缝里这些都不大好弄。哎呀，其实我是很喜欢吃这种小螺的哈。这小螺上来产籽儿，到了过段时间，再过一个多月吧，产完籽儿它就跑了。过一个多月哈，产完籽儿就跑了。哎呦我去，石头不大好翻。哎呀。我去，不行，不翻了，翻都掉了。嗯，哇，都掉了，都掉水了。哇，这块石头还有。就是这全是它产的籽儿，它产完籽儿之后，过几天就走了。嗯，嗯，哎，不讲了，不讲了。我女神想回去捡海螺去，我带她哥去翻石头捡海螺去吧，哈。他说这边浪太大了，我女神翻到一个，拿来啊，拿来啊，哦，这里啊，啊，拿着，这回去多吃点。哎，又翻到一个，可以哈，给力啊，哎，漂亮，可以，你这翻海螺翻出经验来了，啊，是吧？可以，哎，非常完美哈。再好好培养一下，以后跟着我一块来赶海哈。种子选手可以哈，毫不夸张。那看都飘开了，这么大小的他都不要了。那他不要我也不要啊，他有点飘了。那又一个啊，小的不要，就这么翻就行了啊，在水里也有。你看没有，连着翻两个石头，两个，嗯，是不是啊？你就要的就这种感觉吧。很哇塞啊，很哇塞啊。是的。来来来，又一个，哎，完美哈，连石头给它拿上来了，那看到没有？这还挺大的呢。还行。不错哈，你看它很认真的正在扒拉着哈，咱也不知道它在扒拉什么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扒拉完了，你看这么大个海螺，他就看不见。你扒拉个什么劲呀？你说？没看见。那你说你翻半天没有呢？那给大表舅子感受一下。那大表舅子来吧。没看见啊，你看，那拿一个，他就给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，扑棱一下子下去了，没吃着什么感觉吧？用手。对呀、啊。你感受一下，那个、感觉我觉得好好呀。开始清洗一下哈，展示一下收获。这还好不是白天，我你在干什么啊你？挡，不用挡，你只要那个袋子，待会把那个裙带菜一装，你这啊、嗯、这样也行，反正弄了有个加起来有个一斤呀、啊、也就，但是胳膊都多呀，这百五六十个，不用说百八十个，五六十个是有。我也是。你看看洗的多么干净哈、啊，这洗多么干净，我感觉连壳一块吃了，你看。
那我这个水龙头一冲直接下锅了，这洗多少遍啊？你看没有？